上个礼拜睡觉，他到南非去了哈，大概可能下个礼拜会回来。这个闭幕就是说，你们初级班这两三天来，各个讲师跟你们说共的哈，稍微做一个稍微总结性的了哈，因为那时候要进一步的讲，后礼拜有高级班，那初级班的话，一个概略性的。我现在来读初级班，华理是安怎样？那今天呢，我利用迄个闭幕时喏，顺耍讲一寡即个华理问题，把即几样的综合一下，安尼恁有个概念。有恁来上课很不简单嘛，为了请假找时间来安尼瞧，吼、哦、啊，所以来一届喏，所以两三天，那你就是要把握这两三天。所以我较无希望讲吼。利用这个时间，能杀一年嘛？再怎么样难过，也要度过去，不能够混了。你若混了，没意思。我们在国民党的教育来的，中华民国教育来的，几十档呀。他大概无咱杀鸡的好，你知影无？你读了以后，你就知道，嘿，恍然顿悟了。以前说迷惑的吼，你也感觉哎呦，一日之间啊，一日或者一句话之间，你就把它转换掉。秘书长在后头讲哦，讲迄、那个，伊个中华民国咧，说五千年历史来对，真就拢假，没有错啊。另外是中华民国历代，因遐帝王啊，你看哦，迄、那个帝王的祖孙都跑到哪里去了？哦，迄拢是龙哦，要大所在哦，啊，拢是龙窟哦。按下龙耳龙，加龙耳龙造对呀。所以真侪吼。东西很荒诞的就对了，尤其你中华民国五千年历史，你也想我那想着讲学校咧读的时喏，迄读什么个历史呢？拢加了时间的。你按因台讲啊，五千年历史王有对开始了，为皇帝了，什么皇帝唐虞夏商周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你想你读大家有什么路用无？拢无啊，拢加了那里啊。啊、所以有那呢，来咱这读两三十年呀，但是你得知啊，中华民国是伫中国去用灌出来，中国的墨伫中国迄、那个因所谓中国的本土遐用灌出来的一个朝代嘛。二次大战的是恁得知影无？法国和希特勒德国占的，但是国家无亡，他们流亡到哪里？流亡到伦敦。他不是说我流亡到英国。不是，我流亡到伦敦，而中华民国流亡到哪里？流亡到台北，所以原本要叫 Chinese Taipei， 我流亡到他不能说我流亡到台湾了，啊，你知道那就叫流亡政府了。所以咱这个概念要清楚，咱奇怪咧参加世界运动的，弄 Chinese Taipei，Chinese Taipei， 然后搞混涂，你知道那叫了流亡政府的代表，所以流亡政府袂使用国名。也在用国家的名字，要用城市的名，所以他流亡在台北，所以用 Chinese 台北。哦，你各位大家有清楚吼？在二次大战的时候，韩国伊拉流亡去上海，就考虑啊，因迄个流亡去上海，但就大家一结束倒转去。尽管比利时那啦，那拢流亡啊，但拢个倒转，因为伊本来国家有国土好倒转去。为止中华民国，因袂让倒转去。因为国土呢，有人代替了，由 PRC 来代替呀，所以呢，一定觉得无，迄个呐，觉得空空的呐，伊无能倒转迄个所在，你干呐？所以来一个概念奇怪，啊，流亡的时啊，当时结束，当时要结束，而起码咱隔壁国政府就该要结束了。流亡政府迄无时间性诶，你看成功达赖喇嘛，他流亡到哪里？流亡到迄个达兰萨拉的印度。啊！你们有无流亡多久？流亡到有一天，也让个登登也国土。流亡到哪一天？流亡到他自己消失掉，譬如别人消灭你，所以没有期限。所以中华民国也是一样，流亡在那个台北的时阵呢，哎，你拢骗人了。用中华民国一部宪法来给人打理台湾呢。那部宪法是1947年伫中国大陆南京定的啦。因号称讲有咱台湾人去参加十几个，我去十几个拢走路的啦。
啊，迄招楼一样参加咧定这个迄、那个中华民国宪法，结果那个宪法定出来，那你就没有用啊。各位，他1948年全部都冻结，啊，1947年刚好我们台湾228事件嘛，所以整个中国迄个内乱变化，他那部宪法都没有用，啊，没有啦，我内战啊，乱嘞，总排嘞，你知影无？那部宪法就那排嘞，还招楼啊。啊，搁要抓来台湾，所以这部宪法是全中国的，但台湾是其中一个小所在尔。那个大帽子来地理咱台湾内底，啊，都是袂下啊。啊，结果呢，我以为迄个局势的变化，所以呢要修了，一修、二修、三修，修六次了，最后还有一次了。所以难怪是了，民进党和蔡英文、谢长廷。因为美国讲，中华民国有经过咱台湾还没修宪哦，修宪机关呢？迄修宪你是含伊内底先，迄、那个宪是中华民国宪的，不是我们台湾的宪法呢？你搞不清楚，因为底下选举有本人之啊，有迄个地位有创啥会，他搞昏头了，你知道？那部宪法跟我们台湾都没有关系，所以因为那部宪法先哦，我们杀了多少精英啊？把咱的台湾的断层，你知影无？就用部宪法，宪法内底里面哦，没有包括台湾澎湖啦，所以固有领土内底根本都无啦。所以修，你若修的是，你为什么不把台湾澎湖修到宪法内底？唔敢修啊，啊你未修一啦，因为知影这个跟美国有关系啊，这是美国的占领国，你只不过流亡在这边而已，但伊唔敢讲。所以咧修宪法咧时吼，有民进党含伫遐带人做咧修啊，啊修人修宪法法啦，什么抗战时期啦，冻结国大代表，什么拢修嘿，你们把台湾的修入讲，台湾就是我国领土，你敢唔敢修？所以各位的大家理解这点，你知影？所以迄部宪法，中华民国宪法的无效，迄毋是台湾的宪法嘛？但台湾宪法无好利用，所以你中华民国内底讲在反攻大陆。所以偌济人咧，西里这个反攻大陆的政策内底啊，包括阮白色恐怖啊，你看无？哦，阮一个迄个尔，一个15当，你看下无？哦，这15年咧，这个不是真正，这个不是真正绿岛大学呢。我是讲下绿岛大学较好听，较好看。哦，啊，除了这个大学，凡读有读有好好读，甲无好好呀，你知无？啊，各位有的可以去参观啊，上个礼拜拄着东兴哦，讲我要看到你的名呢，在绿岛大学那边有看到我的名字哈、哦，结果我们就因为我也是永远的纪念碑了，哦，啊，我的名要第一台啊，包括迄个刘秀莲的上面弄第一台啊哈、哦，然后一参观，各位到绿岛哈、哦、一参观过嘛哈、哦，那我们为什么要在那边？你当初阮吼，讲大陆讲啦，叫做较难摸，你知影无？啊，讲这是走路的政权，是安那我们要服从他。阮高囡仔是来咧想啊嘞，那时候读在熊中的书吼，阮是不会臭屁相投的呀吼。大家讲嘿，啊这走路的呢，这个走路的，迄走路的政权呢，对不对？可能霸占咱台湾的呢。哎，阮真好心哦，就这样想想，你知影无？所以，阮学了教育内底吼，不是你反叛，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的认知。到现在是呢，没有错啊。阮早期虽然要抓伊关啊，但是还不死心啊。因为我只能讲，这是你如果在走路的嘛，你没有合法，你的宪法是来修改、修来修修这些事咯，拢为了好选举嘛。你不是真的用了台湾，所以以前的公务人员他是用中华民国的35省，你知影不？用35省的比例呢，所以说军功教内底100%有无？你哪出35，佮出你台湾一个呢？所以你要讲明，为什么因拢在优惠优先拢从那里学呢呀？啊，所以大家拢唔知啊。你哪要做老师，还是你要做主任吼？以上要做校长，你哪要参加国民党，门都没有。你是不是特别做科长以上哦？你哪无中国人，你门都没有。啊，无你参加民进迄落国民党内底。所以学呢，话你不怪讲因亏个啊。啊、所以是袂拢个参加国民党啊，所以民进党投执政的时候，我本来建议吼、哦，民进党开一间法院啦，嘿，开一间法院，让国民党法院拼，
台湾生意搁较好哦，对不对？哦，这个虽然是笑话，但是吼、哦，你表示讲所有训练、自我关心的都要经过他们，所以无怪出来的时阵哦，因法官会当调动啊，一机关呢照抽签呢，你来不来调动？啊，必然还就这个例子嘛，人明明就抽到啊，啊，这个还就判对吼、哦，对阿必然有利的，一推就把他拿开啊，搁换一个塌落啊。他的操纵司法，你知嘛？所以叫咱台湾人吼，无当信服啦。那咧办因的吼，吼，拢另外一套；啊，那办这个就另外一套。所以我讲哦，今仔日，那要讲到这就对啦，都得等啦。啊，所以讲今天我们来上课，上掉了的认知，这个法律为什么讲咱台湾的必须要用法？各美国，开把中华民国，好离开台湾。重点在这大家啦，你若无要用什么烂，我问你啦，你用什么烂会把中华民国赶出去？会把国民党这个长时间在台湾根深蒂固的这个政权，要甲用到？你阿公有什么烂？无多啊，民进党带领加加加，你若无多，对不对？啊，搁咱台湾民主，你讲台湾民主是变哪用呢？啊，论钱搁无钱，啊，论人搁比人较少。唯一的就是让你发力，我们这个发力哈，就强而有力了。这是因人家因的有一些资源哦，动弹不掉，就是这一点了。我们引以自豪的，就是让你发力了。所以各位心哦，你看各位人，我讲的心哦，哎，对了，我较无钱啊，但我发力赢你啦，对不对？咱人比你较少，但是我发力赢你啦，由你走遍天下。即古恁大家都记掉了吼，是不是咧？你无你哦，寸步难行。所以今仔咱告美国的时候，是因为安尼，必须你来再强调，老实讲哦，要告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咧。再也来讲啊，对不对？无人迄个国家咧往告呀，对不？但咱唔是告国家，是告咱人权。啊，所以喏，迄资料准备真充分哦，来来往往会正当咧。律师头人唔敢接嘛。律师以前是正门过来，无人要告，哦，你告阮美国政府吼，无人告伊啊，迄卖较顺啊，对不对吼？迄、那个美国伊安内有一个滥送，律师毋是接惊我着诉讼，迄、那个滥送，毋是咱只来只哦，咱只律师迄领衫穿啊乌白，黑白郎君啊，都钱来了啊，不管你对唔对，我着替你辩着对啊。美国不一样，所以当初咱告伊时阵吼，城头律师吼伊毋敢接惊。来，到尾咱即马即个就是即马十七哦，要过来哦，一个月，咱就律师会过来，他会讲咧诉讼即个过程安怎样，甲另外司法部委请迄个检察副总长哎过来，哦，当然报告一寡遮个进度，啊，甲看咱即个遮个成就啦，哦，就是即几冬来咱遮个成就安怎，讲较歹你也可能要验收迄款啊，来看嘛咧吼，你按照美国所行的进度安尼无，哦，美国是安尼真踏实。今仔美国这个国家的强，唔是无道理的，你知影吗？我参个台湾民主，你要是讲咱当美国哦，脚踏实地，要求安那你来教呢？你不能够伪造，你袂使用欺骗的，你袂使成功。民进党和国民党有作些人头呀，你袂说？哎，人头当然啦。啊，咱为啥袂使用这個人头的？为啥物？你初级班、高级班、甲受训的时要拍照，拍照是给美国要过滤嘛？哎，你看几六当拢是爱人啊？对不对？你好几人都是假的人啊！哎，他一扫就知道了，所以咱袂使做假事，你知影无？啊，你美国敢对咱信任吗？咱偌济人就偌济人。你新闻前为什么讲叫你不能代签？迄、那个咱申请表啊，嗯，啊那无咧，拢起来，咱一人签一百分啊，没有问题啊，对不对？但为啥袂使？所以美国警察局你爱个人该签，就是这样子。啊，你上课你得来。你得到破病请假送来，又可以请假，但你不能爱叫人来代替呀、啊。所以咱这样代替，这我看心哦，看到无人来代替了。上届我这届无来，后届我搁来呢，是不是呢？所以美国遐是拍照去的，人个迄个足厉害呢，迄扫描过去，你有重复无？你只要人头动员无？那个民进党个人头动员，你只要人头无，他都知道。所以我们不要抱着这侥幸的心理，讲了，美国不在这边那么快，
事实上的时候，咱所有的动作，包括咱今仔日上课这個，咱也拢传去个美国去啊。为什么呢？就比如讲，我把要政权交恁这批人吼，是不是含遐人拢在作假，拢假身的啊？不是，咱脚踏实地。不管咱啊，要展现咱的诚实的一面，啊，咱的实力的一部分。所以咱来讲，不是讲恁大家拢要读个硕士、博士，拢不是安尼嘛。所以恁的心有够，恁的真正讲，我的愿意上课，我愿意接受这个华丽的训练。就是安那呢？就是入时美战，这是我觉得根据呀、啊。美战就是二次大战的时阵嘛，就咱合约二十三条内底，美国家是占领国嘛。啊，为什么入时？就是日本天皇的心哦，他在1945年的8月15日，他宣布投降，但是呢，在4月1日，他这个为了交书出来嘛，交出来把台湾澎湖的心纳入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嘛，它不是殖民地。你那是殖民地的事，那今天你要说入史的话，就讲不通嘛。但它是1945年的4月7日，为什么？因为在征兵或者参政。你那殖民地不能够征兵，不能够参政嘛。所以咱有参政的4月7日开始，咱就派参政议员的去到东京开会，咱也被征召啊。所以起码在日本靖国神社下。有39,100个，哦，这是统治数字啦吼。但是有一个日本遐个通牒，讲是28,000几啦。但是不管，反正有这个人，就是属咱台湾人，啊，是日本人。二次大战的时阵吼，为日本咱的美国战死的。所以这个家靠官吏，靠迄个会当上入去靖国神社啊。所以这点是咧官的，所以咱的入属部呢，一旦放弃啥？也放弃管理管理嘛？哎，各位大家有清楚不？权力来得有权力跟义务哦，义务哪一个低啊？所以放弃迄个管理管，管理管呢，就是占领国以他的主宰一个处分了。一般处分他为什么没有把天皇这个制度把它消掉？原来是把天皇哪个消掉，无就个天皇制度的时阵哦，按那个年代。咱台湾这个地位就一直都未定到什么时候我们知影，所以有人要争取啊，咱一寡要主张台湾独立的人，伊就要争取台湾独立啊，迄个是阮早期的啦，阮早期的时吼，你哩到这来这15党的时吼，就是要争取台湾独立嘛，而且是最初的想法，如果咱台湾人爱当家做主。我们台湾要自己管理自己，咱不要中国管，不要外人管，但那是一厢情愿啦、啊，咱家的想法啦、啊，在法律上站不通嘛。各位台湾，我法律有啥站不通，你知影无？不是讲台湾咱要安怎，这叫做爸母生成的啦。爸母生成，大家听得懂吗？上天生下来就这样子，哪一个男孩子、女孩子不喜欢说要潇洒、英俊、要漂亮？对不对？你都喜欢说，也有长个、生个很漂亮的，或者非常潇洒，但是没有办法，父母给你生下来就这样子啊。啊，你知影无？就是北母生起来，台湾在法理上就是这样子啦。你跟我不喜欢当美国人，我不喜欢当中国人，我不喜欢当日本人，不是你这样子，北母生起来，法理就是这样子，入时啊，美战就是这样子，法理这法律了，对了。所以以前我们搞不清楚这个法律吼，所以一直拢用情、感情、个人感情的要来争取。所以阮当初伫校那些呢，用感情要争取啊。你讲台湾独立吧，结果出来找我当继续参加民进党。伫海外，我参加台湾独立联盟。伫海外，海外咱有日本、台湾、甲澳洲呀，对不对？主张要台湾独立，所以台湾独立联盟在海外。但是脱散的本脱散的阮啊，去15党的时候，那个本土脱节啊就对了。我们本身产生了没有外来的因力诶，无外来因素诶，我们主张台湾独立诶，就是阮早起一批啦。伫阮那时阵吼，有苏通熙案子啊，苏通熙恁知影无？现在云林吼县长因爸爸呢？哦，各位那时候你们还不晓得，那叫苏通熙案，因是吼1961年的
十月九月到十月，阮是1962年的五月到六月产生的，相差无一冬啦。第一个时阵呢，拢有民意啊，因遐是注定要把国民党赶走，但是不一定要台湾独立。但阮呢要甲赶走，佫要主张台湾独立。所以阮在高一啦吼，阮在高一那时吼，哎，迄个啥，讲不知天高地厚啦，就想讲吼要把国民党赶走，啊，台湾独立，那就是。那时候的想法也没有错，但是今仔想法的心哦，安尼唔对咧。你台湾怎么独立啊？迄、那个关系，人美国是占领国，而且第一个唔是你个啊。吼、哦，啊那时候有时候咧想起来讲，那时候蔡同荣吼、哦，那个蔡教授，吼、哦，当个民进党立委，迄阮亲同，他在高雄的时阵，在高雄哦，阮有时候谈，他说吼、哦，台湾要改变吼、哦，要用公投，欸我想讲有道理，啊，无咱的母书吼，我来提倡公投哪好？我就参加那个公投会，到台中到垦丁，我、哦、去受训呢。我们未来怎么样？台湾要公投呢？欸，奇怪了，你是为美国带回来这个公投的案子，最后不了了之啊！啊，我也搞不清楚啊。你为什么行哦？你要公投啊，看拢无伊啊。你这里为了行哦，留一个名字了，叫做蔡公投了。哦，对不对？大家印象很深刻嘛，就留一个名字叫蔡公投，所以我们觉得很纳闷啊。有可能你知影讲不能公投，但是你为什么不按方敢讲啊？我们住在我们您今仔日上课啦，您住三日啦。今天我来公投来，这个房子是我们的，我话打拢野手啊。啊，这个是我们的吗？不可能啊，因为这管别人个嘛，并不是说咱伫这来家住久，啊住久了咱个啊，哎土匪啊个住久了你个。他有些想法就是这样，你知道不？所以前两天我的老战友施文德，伊下次不立的心哦，他这样认定了，我爱拜托，啊，你让国民党也土匪也休想啊！我的热情的，我顾了我的啊，你变安尼吗？法理上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帮人沟通啊，就对了，你不要沟通啊，意思讲说啊，家住哩住久了落去了啊，也不是中国，不是是台湾的，啊，住久搁那。跟中华民国混在一起了，所以台湾的等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有台湾啦。哎，讲笑话呢啊！多久的时，这个扛棒，这个名字，迄个中共用挂出来，你重新画个招牌嘛？啊，佫唔用，他认为这个招牌是百年的对了，中华民国百年的老牌子了。笑话，这个公司的名字啦，爱促销一下，对不对？吼，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呢，屈就于现实，这个很实啦。咱目前台湾经济的心哦，拢屈就现实的心哦，所以咱呢，多数的人拢对应得起，所以讲今日无拢出头天啦。咱的出头天唔是从阮要求讲要当家做主的，出头天必须讲台湾呢离开的阴影嘛。这个阴影就是咱身份不明，咱和外来监管的管，安那大家搞不清楚，他给我们历史，迄历史是啥物事？所以必须要知道轻描淡写讲者，咱就知影。所以咱重新爱认识我们台湾的历史。今日书内底，我讲台湾哦历经很多的时代了吼。我来，你等下看者吼，来。我过一小仔知影一个先吼，因为大家初级班，我较早初级班有在上课，但我即摆专门在高级班呐，甲另外一寡迄个课程。那么用这个机会跟各位讲的，初级班内底，你那必须要知影，咱迄个台湾跟日本有真正发生关系，是迄个1894哦，其实95啦，94是发生战争，95呢就是因讲个甲午战争啦，啊甲午战争的时候呢，伊就签迄个下关条约，也是马关条约，所以台湾甲朋友迄阵啊，就含什么跟日本发生了关系。啊、所以今年2014，啊，1894多了八几年，你知影无？我们台湾跟那个发生关系是那个两次前的甲午，即马是第二次的甲午，多少120年诶？下书吼、哦，这次的甲午，其实呢也是有很大的变动，很大的变化。120年前的那个甲午年，把咱台湾跟那个关系，但是呢，这个时阵那时候跟清朝了，
啊，今仔日呢，跟所谓中华民国啦，而且中华民国呢，伊那边用历史安尼等待过来的时阵吼，那必须中国那清朝安尼落来，伊那如果他要历史这样演演的话，你这个呢跟他没有关系呢，所以这次的甲午年是很奇怪哦。所以第二次这个甲午年吼，决定咱台湾的真正的命运呢。阿多安吼，时来运转啦，咱隔壁国，所以大家有个概念吼，因为咱隔壁国，美国开始要出手，你要过伊呢，伊那是行行啊，对咱过路啊，国家是用国家的利益来在衡量的，对我国家有利的时哦，我就好啊，会过就过啊。来今日袂使过的啥？因为咱过伊啊，换你讲，你袂使安息啦。你要照原告安尼啊，履行原告啦的诉求啊。原告告你说的时哦，迄个本土台湾人吼无国籍啊，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承认政府啊。伊即是按照旧金山合约一十三条，你是美国，你是占领国啊。甲你讲了真清楚的时哦，说一审，再来变成你无讲个，伊来讲个一审啦，去你二审，二审佫甲加两条嘞，你知影无？美国法院的时哦，伊讲唔是安尼尔尔。所以你是占领国的是哪呢？六十几年来，本土的台湾人生活在政治对立之中嘛。高级班我也讲是白色之恋呐。哦，高级班的时哦，你那来我也讲白色之恋，那生活在政治对立之中。佮啥的呢？行政部门就是当然是国务院一下啦吼，怎么样？爱履行咱原告的诉求哦。所以到二审去里面最高法院的时哦，老实讲的是。国务院迄个主书单放弃抗辩权，为什么要放弃？就是认了，原告说供的去哪家，我们美国政府认了啦，我放弃抗辩了。你一信二信的时候，伊拢会说这是政治问题。那换你讲啊，这政治问题，最后你换你卖插啦。但换你讲袂使哦，这不是政治问题哦，这法律的问题哦。所以个信的，你知影无？信美还好，但你必须这边提供很多的资料，去有美国看你的时候，看看讲，这无解决袂使呢，就刚好，到这个时阵，安尼得三得四得到这阵来吼，拄啊你看，拄啊甲午年，啊拄啊决定年就对了，所以最高法院为什么先搁在一边不判？你准备好了没有？你美国本身来准备呢？我讲要证完交你，你哪会准备呢？无我现在要交你，你是咩啊？交无三日，搁恐吓跳伊啊，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准备好。你想挣钱的话，尤其是六十几年来，国民党在这边根深蒂固，那个大树头，你知影无？那个根啊很深啊，你不容易啊。你用怪手，大的怪手，说不定你怪手还没有把那个根拿起来哦，你这个怪手反而变那个。那个树头要拖伊啊，所以美国知道这个道理啊，那必须怎么样？那必须把这个大树头吼，慢慢的根呢，周围的根呢，慢慢把它切，切了之后呢，那怪手一来一拉就抓起来了。所以以后我们要接政权，不是向中华民国接，我们是向美国，你知道吧？所以美国把这个监管给切开了时呢。然后您准备好啊，我交乎你啊，不是叫咱直接跟中华民国去冲啊，不是啊。你当初是美国立好中华民国，就是蒋介石啊，迄阵还没有中华民国，迄个蒋介石你来台湾接收的时候，你据我己有啊，对不对？你伫接的时是叫你来参加迄个的时候，不是讲台湾片要行你呢，要护你呢，结果因为枪杆子啊。因咱台湾人歹运啊，中国大陆伊是用失手伊啊，用赶赶走无路，对不对？那走来，老实讲哦，因走先走平湖，你知无？为平湖经过了那个解放军过来，所以遐来不及逃遐，拢互共产党杀，拢互杀掉伊啊。当初的时候老人讲，迄个共产党可能要来哦，国民党要走路啊，有多少人不相信啊？我讲那有可能？还有200万大军呢，那有可能讲会走路？事实上还行啦，今仔走路，蒋介石带四个人，噗一下接着走了，解放军就平下来啊，就这样子。今仔日你若讲，你伫外口人讲哦，国民党要走路咧，大家哪讲啊？那有可能？对不对？
赶快他们在大陆那个情形一样的。所以你这样回想这个历史哦，真趣味哦，吼，唔是你这样讲的。但是为啥伊当然看无啊？但是咱参加台民政府的上课了，你必须要看有。美军的做法的时阵哦，他为什么有咱的背景吼的和平稳定无缝接轨？你得知影这个意思是啥物话？你要怎么无缝接轨起来？啊，你变那就和平稳定，因为台湾捌一个二二八事变哦，伊捌事件时被杀了多少精英啊？搁接下去三十八当的时哦，迄个戒严的时哦，白色恐怖哦，白色恐怖，阮就是白色恐怖内底呀，哦，阮是白色恐怖内底，哦，偌济人为了这个牺牲家己性命，弄了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而且为了他那个反攻大陆这个政策。所以我谈到讲，伊是呢，他个宪法根本就袂用得，都歹咧，也无用到啊，啊就走落来啊。哦，各位啦，这部宪法伊是咧欺骗咱老百姓，台了无用，来遮也袂用得，啊，拢骗咱台湾人，收收诶，收收诶，落去啊。迄无啊，遐大顶啦，二十四寸诶，啊，你头壳都十寸尔，迄二十四寸要收到十寸呢啦，迄都无可能诶代志啊。但是无多，咱台湾人足侪吼，爱做官，爱钱，创哪创啥货，啊，搁惊死。所以，伊是咧甲甲做伙，有即个伊咧用少数的人10%，来控制你80%的人。咱心计会迄个袂？二次大战时哦，人越南有高人啊，胡志明啊，伊知影时哦，迄个蒋介石200,000大军伫越南呢。但是讲系啊，啊，这老路咧是咱越南都投伊啊，伊哪乱？去拜托法国，就法国那个赶出去。啊，咱呢讲的时阵，无这个高人啊，佮出一个啥呢？出一个黄条琴啊，讲啥呢？讲啊，我是台湾人，啊，我也是中国人。好、哦，啊，这多话啊，这讲这时吼，美国国门遐做记录啊。你台湾人只能讲你也是中国人啊，啊，规矩互你管拄好啊，对不对？好万你家己承担嘛。所以咱台湾命运了咧，起起坎坎就对啦。过去当然是美军日出大战时啦，讲着咱台湾咧命运卡安尼哦，一波一波就对啦。日出大战咧无代表起咧马卡赛时哦，叫越岛攻击啦。过代时看越岛攻击，你知影无？就这个岛跳过迄个岛啦，本来是一岛一岛啦，但是硫磺岛时阵吼死伤真侪，硫磺岛。所以阮去年去迄落。美国华盛顿 DC 开酒会时吼，我特别去参观硫磺岛迄个战役啊。吼，遐美国兵啊时吼，我插伫美国旗啊，背美国旗啊时吼，用着真大诶迄个雕刻像，底下咧往看留念，迄个伫硫磺岛啊，死伤惨重。马克思迄阵啊是讲，我若去登陆台湾吼，吼，即股兵力毋知要去牺牲偌济啊。伊安那呢，我伫越岛，我拢跳过吼，走去屋企闹话去。这个决定咱台湾命运。如果啦，迄阵啊一登陆台湾，咱今日可能也无免台湾民政府啦，整个局势变了。但是日本要应付马卡萨的时候，登陆台湾的时候，为台北调两师的关东军呐，的精锐部队哦，日本的精锐部队远东军哦，甲调两师倒转来。爱当证明安那，我细汉的时候呐，伫阮三民国小、三民迄、那个高雄，恁就知影三民国小吼。日时拢出来伫咧阻人啊，吼、哦，咧等遣送回去了。我大汉较知影讲，吼、哦，这批就是关东军啊，无怪因的仪容，因的啥足整齐。虽然是战败国哦，因底下时哦军纪有够好诶，所以拢擦甲金闪闪。包括迄个小队长拢有武术刀啊，啊，阮高囡仔尔吼，迄个生武术刀，伊拢袂发脾气。愈大汉较知影讲。哦，这队就是原来咱的母国最精锐部队关东军呐、啊。当年时阵的时阵哦，我的许多人去高雄码头啦，高雄码头哦，去接受的投回祖国的怀抱呀。甲我阿妈讲，我那很小啊，我阿妈讲好啊，你去啊，迄落码头去啊看卖，讲咱的祖国要来啊，你去啊看卖呢。吼、哦，这个中国兵啊！阮老爸去码头吼，转来甲阮阿妈讲啊，阮阿细汉哦在听，伊讲吼，迄吼，迄比乞食较不如，乞食兵啦。讲安那呢？
迄落鼎石灰拢排伫后壁啦。阮爸讲，鼎石灰拢排伫后壁啦。穿草鞋、屁股脚好，当着当着，佫举两支枪啊，一支啥呢？气球步枪咧拍，讲一支咧假婚咧烟枪、水枪啊，讲拢排两支枪，啊，这是要哪作战啊？这啥物部队啦？人是阮平安时吼，你看战败佫仪容真好，军容佫真好，所以阮从细汉吼，一直哦两相比较，佮读册时阵吼。吼、哦，真自然，咱思想咧启发，知影即落咧走路边诶，希望挂出来，搁到中国拍输共产党诶心哦，愈来愈吼讲，所想诶相像，所以各位，咱年纪拢比阮较少嘛，我四空诶吼，各位啊，我搁过样吼，我过来，我利用安尼即个心吼，咱闭目诶心吼，小可互咱知影咱台湾诶近代史啦，吼、哦。因为咱的时间真长，所以我咧知影咧近代史的时吼，好无？吼、哦，这唐景崧，这都无规矩的走路啊！你呢？这个旗啊，较顶下当互你看。台湾即摆哦，拿地黄虎旗啊，他为什么南地黄虎旗啊？伊就是还佫认同中国，吼、哦，迄落啥呢？迄落龙天虎地啊，所以龙是代表迄落，所以中国还佫龙啊，啊因龙虎啊，你知影无？是啊，乾隆是迄个中国就对了。所以咱想到了1937年呐、啊，皇民化运动呐、啊，这是台湾的时候，伊安那为啥皇民化运动？迄个清朝挂号日本大皇帝时吼，迄是偌可怜的。恁以前有上过吼，像个只贪尿啊，迄有无？西部啊，东部都唔是啊，南部迄都唔是啊。所以日本就要接收的时候，嗯，啊，较有人咧反抗啊，嗯，啊，你咧正牌挂书给我呐。原来遐原住民讲，啊，即阮的土地是安尼，什么人讲挂乎你啊？啊，结果遐原住民讲，啊，这都毋是因的，都毋是清朝的啊，即阮的啊，我系啊。日本拄着这部分的问题，你甲那清朝的抗议呢？啊，当初要挂乎日本的时候，讲台湾一个所在，男无义，女无情，鸟不语，花不香的化外之地呢。所以咱的先民是安尼用笑甲呢，男无义，女无情的所在，所以规日挂乎人去啊，安尼呢？所以今仔伊咧讲咱遮因咧，吼、哦，你会听咧看听几句就对啦，吼、哦，要挂号的时阵，咱的先民啦吼，若无征求人的同意，讲会遮吼，无多啦，吼、哦，恁老大的建树人拍牌哦，恁遮爱互伊做囝，若无挂号人挂号了哩，尤其遐原住民的时阵起来反抗，日本为着安那呢，为着按照国际法来，我为了安那好啊，无我就征服你啊，征服你按照国际法来嘛。所以日本要征服这原住民，死伤真多啊！足侪事件你知影无吼？所以死伤真多，要按照国际法来。经过十冬啦，所以佮变成1937年皇民化的征服啊！这原住民搞不好我服了你啦，哦对不对？但是你要认真认真咯，所以足侪原住民这日语比咱较捌啦。嘿，啊因咧学真紧呢，这原住民真巧咧，伊学人呢足紧。咱学几波也学无，啊，伊就足紧嘞。即摆真侪做遐讲日语啊，哦，就是呢。黄明华到偌久的时间呢？所以你来看吼，哦，我谈到提醒着吼，即个4月7日，即真日本吼，即个重要的时刻大记嘞吼。19454月7日，搁一年啥呢？因即摆咧敢欺骗咱嘞，讲台湾批号是先哦，是啊，着中国是根据啥《开罗宣言》。来开罗宣言是1943哦，这数目是个导航哦，还在战争中哦，所以时间不要搞混了，对了。含波茨坦宣言拢相像，这用这个无签字的，大家公共的，啊来欺骗咱。所以建交时呢，建立后呢，都爱签合约嘛。所以根本上，到1952年的时候，4月28日，甲旧金山合约甲签起来。这个签改时阵呢，伊个位阶上悬啦，我讲位阶啦，法律位阶啦。因为这48个是拢经过因个政府一啥呢？一议会通过，国会议员通过，所以才通过了后时喏，就上下变联合国协商。所以48个迄阵啊，联合国开始的时阵，迄是法律位阶吼最悬的就对啦。所以要无这个法律来，佮比这个位阶较悬。所以咱的教育就是根据这个法律位阶上悬的，哦，所以这里面老人咧讲，你咧让他们讲哦，法律位阶上悬的，所以其他宣言啦、公共的迄啦，他都无遵守，就法律位阶上悬的吼。
好来，即摆讲个起了有无？树维新吼，麦克赛有无？投降在一号令，叫蒋介石来接受管理台湾了，唔是台湾要给伊吼，得搞清楚。所以即摆 ROC 因大家的发言人把所件输掉，输起来是拄啊要实施的时喏，就产生迄个。迄落，哦，咱好，佮知影即个吼，你像那迄个白虎旗啊，台湾民主国，伫亚洲啊，亚洲第一个民主国的，就是咱台湾呐。但寿命无几日啊，就走路啊，就走路啊。所以这那历史的记载对不对？啊，这个旗啊，你来看，用这只吼，较早这个旗啊吼，改成伫迄个李万基因遐，较早省议员，哦，中华民国迄阵是省议员的时阵吼，改旗啊。但是呢，到这阵这个机也唔在会对伊啊，因为我若听到李万金一孙啊吼，迄阵啊，伫健美总部和阮做伙啦，有咧讲到这个只，哦，这个机啊哈，哦，你要看这只背后这有无？这足出名吼，好来，咱即摆来讲，开始吼，简单的讲一个那个，你就知影吼。迄个蒋介石、蒋介石时代吼，我简单甲咱讲个台湾吼，为有开始咧写历史，三四百年来啦，都三四百年来吼。为开始个时候，你讲从讲迄个西班牙啦、荷兰啦，当然葡萄牙以及你配偶啦，吼，你讲西班牙、荷兰都一个北部，一个是南部，啊以后呢？郑成功来，甲灌水。郑成功若伫即个府城一带就对了，伊并无全台湾呐。所以你讲郑成功来统治台湾，统治到咧，你统治迄个台南的附近迄个所在尔，伊就讲统治台湾。所以过咧咱台湾近代史内底的时阵吼，你知影，这两个朝代就是荷兰西班牙的时阵吼，留予咱台湾人较近呐。咱真要咧思念甲讲的话甲话物件，你也从咱真的欢乐会，你知吼？讲欢乐会啦，哦，即马讲用赖打吼，我讲打火机啊，欢乐会是那欢乐咧用的火啊，按看来按门的吼，按门的有无吼？就是那欢乐，迄落荷兰西班牙遐，因咧用的火，所以老了咱那个叫做欢乐会，啊个啥咧油啊欢乐油，你知吼？迄欢乐油。啊，像黄辣椒，哎，黄辣椒也是呢，吼、哦，那个当作较早去黄啦，啊，所以用了，甲近咱继续咧用哦。过一年呐，过去较精彩，甲即阵哦，我阁改袂过就对啦。咱来讲咧用个阿姆陀啊，就因北京用水泥吼，嘿、哦欸，我水泥若无讲，我拢讲阿姆陀，你讲啦，有咩做好讲个？即阿姆啊咧用个陀，好有够好用个呀、啊，好、哦、对不对？所以叫阿姆陀，所以伫安那伫因。留下来，这个物件、甲个言语、甲真，咱有继续拿来用啊。所以，迄两个吊带咯，吼、哦，两个吊带。搁个伫延续来，郑成功当然，吼、哦、啊，迄、那个清朝甲打败，啊，打了清朝，这个中间就等于甲午战争。然后甲午战争的时阵吼，和日本打败，把台湾甲平和，哎、欸，就和日本发生关系了。所以，这个关系内底吼。即、这个，咱呢管袂，咱管袂着了，对啊？为什么卡呢？啊，然后发生关系了后是呢，即、这个中内底所产生的一挂事迹，甲一挂代志，那是拢会管袂着的。但即摆机关呢，直直演得来，演得来时吼，演到的时阵，伊就战败，啊，蒋介石过来，啊，蒋介石咱台湾的命运了，从此佫开始另外一段，你知吗？个另外一段，所以底下伫这个清朝以前的时候，老实讲，咱拢殖民地，咱无家己讲有咱家己的身份的啦，拢无啦。哦，你卖讲迄落荷兰啦，是讲西班牙的时阵啦，郑成功的时阵，啥拢相像啦。哦，一直到日本的时阵，伊伫遮统治用啥用法治啊？咱注意回想吼，日本是用法治，伊毋是用人治啦。你若违反着社会，掠伊讲。讲尻川啊，无啥呢？迄落二十九天啊，就关袂到一个月就对啦。关二十九天就真严重啊呢。啊，那国民党来时哦，讲我们自己的同胞哦，好一关关十几天呢。人迄二十九天，迄天爱这个天呢，
这无讲你个啦。所以即马你要看来到这个蒋介石的时阵，有无吼？我为什么讲吼？要来讲这个时代啦，这个人跟台湾近代史，而是讲咱台湾的前途未来何去何从有关系啦。甲蒋介石你知影吼？这个时阵呐，伊甲挑这个中间，伊拢戒严内底，伊喝高温呐，伊做多罕见爆发啦。若无罕见爆发，老蒋就袂伫即只只甲咱吞打咱台湾。所以无怪人讲伊咧吼，为了乌龟命，你知影无？为了乌龟命，成乌龟肖像啊。所以无怪迄阵啊，台视有一个节目吼，叫做比手画脚啊。迄个主持人姓柯的吼，迄比手画脚了，就有一个题目。啊！只阿伯咧比啊，吼！啊，其中有做一个题目叫啥呢？讲哎，有一只床架，迄个龟甲比安尼啦，吼！啊，只伊个，迄个头前的比哦，比只龟安尼啦，用只只龟的心哦，咧修海啦，过海就对了，也无讲对哦，加讲咧修水修过咧。啊，即摆阿伯人讲哦，吼，就是呢，啊，四脚朝天啦，吼，只只龟四脚朝天啦，啊，咧踢咧踢咧踢咧过海安尼啦，嗯，啊，迄个。迄个暗吼，就掠伊保安处啊，你知影无？讲伊咧啥呢？讲摄影蒋介石啦。嗯，你讲这部也无讲讲啥物人也无，干那讲哦，只乌龟啊，都四脚朝天，啊，踢个踢个，安尼过海安尼尔尔。吼，过海已经讲你是咧过台湾海峡啦。啊，只龟呢，比那乌龟就是迄个蒋介石啦。你看家己安尼，吼，所以迄个节目就无一样。你老早期咧看迄个台视的吼。一个比手画脚的，唯一的节目开始总播一样，所以我印象有够深的了。因为在伫保安处啊，阮甲拢兼备总播的啊，拢伫爱底下做知影吼。所以这个迄、那个白色恐怖，我可能会讲到吼，这个白色恐怖内底，所以人家想要是乌龟啦，吼、哦、各位吼，所以有这只龟命，所以罕见的时阵哦爆发，佮有一个真好的某。哦，很美人计哦，去伫美国吼，去只乌龙写的，因某是威斯利学院毕业的吼，所以英文足溜的，所以无怪伊在美国国会邀请演讲的时吼，黑红卖到偌济，遐美国啊，你知影无？吼、哦，遐东方人后，迄、那个机票请起来，开到滚滚滚滚滚的，看得吼，目睭拢迄落起来吼，吼、哦，总遐足济人遐卖到，你知影无？哦，毋捌看东方人了。迄个英文阁遐老，风度翩翩吼，遐水诶，对不对吼？所以无怪安那呢，美元直直过来，吼、哦、啊，玩到到尾还是因吼，美国总统讲，吼、哦，恁蒋家都是贼呀、啊，迄公开讲诶呢，啊，那摕十块起来，歪七块伊啊，对不对？迄历史拢有记载了，蒋家都是贼，你知影无？这是呢，到尾就无多啊。中国大陆诶时去啊，啊，咱台湾诶时喏，干那保七块，保七块。带还荣华富贵，佮带国民党伫即个吞大嚼大，凌迟安尼啊，即个心安尼留落来，所以今仔咱过美国是毋是无理由啊？你有即批人诶，在现是带好山好水，把咱台湾所有好环境咱带，各所人拢成功，诶、欸，加上拢全台湾拢伊个，一个死诶时，佮咱占一个遐好山头伫啊，啊生也占，啊死也占，诶、欸，咱台湾欠伊啦。所以各位现在尽量大家觉醒咧，咱无法度伊，你选举也无法度伊呢，你用武力也无法度伊呢。当初我去读官校时吼，就讲要学一挂功夫啊，哦，我也是面对哦，是面对我哩军人内底村咧拢会大下去啊。我讲啊，咱无学功夫是要啷拼先拼啥货，对不对？就热内底啦，后边那拍枪不是拍枪啦，安尼指挥啦，变那拍炮啦，变那开战车啦，我哩要去学这个功夫个啊。那只功夫无学无成哦，就要服伊啊！啊，一关一关十五档啊，对不？这个你的武功都该废掉伊就对了。所以阮的时呢，停顿真久。你加一个民进党的心吼，阮有一个想法啦。因为阵阮伫来，你有看到希特勒传？希特勒恁知影吼？吼、哦，希特勒传内底，伊当初呢，要拍倒迄个德国皇帝的时阵吼，那是含蛮长的呢，讲。学功夫哦，用武力个就对啦。但是呢，总会你来判死当啊，石头人吼，伊要出来了先吼，多直接的拍扑，拍扑内底吼，含遐一寡头无小白咯。好啊，林碧如吼，底下迄个拍扑，底下讲，
心内底人就吼，一直安发言就对啦。吼，咱第一次大战的时候，先来战书，就是哦，犹太人甲咱出卖去啦。吼，咱就是安尼起来的时阵哦，爱革命，爱做啥话哦，把德皇炮倒，咱伊安怎安怎？亚洲上悬的迄落无欧洲啦，咱是最优秀的日耳曼民族啦。吼，伫遐发表高论的时候哦，希特听一下哦，有够吓。吼，伊拄好安尼，总加一个纳粹有无？成个。迄、那个佛教，迄个，总加入安那呢？加入迄个团体，卖讲啦，讲，啊，人免用武力个呀，用算计就使啊。好，所以你动个心哦，开始宣传算计，你知影无？都算计的监管拢要摕着。所以我咧伫内底，伫入到内底看这本册，讲，哎呦，无唔对咧。要互监管倒，那一定讲爱用武力个，爱用老火老地个呀，唔免干用烟啊。等咧，咱改变政体，好啊！我出来了，就是讲，好咧，家己政党啊，就用选举咱赢伊啊嘛，就免互老百姓老岁老弟啊。所以我的名就叫了天蚕变啦，来变。啊，都无想讲，好，唔是你所想安尼啦。台湾这选举就唔是呢，伊就用纳税人的钱，啊来个买票，啊咱台湾就贪咧，贪小便宜咧，啊咧买票咱唔知影啦，一个四档个歪者较济咧。后改要改，搁买票，吼、哦，啊，搁歪，安尼伊个政权都继续伫诶，吼、哦，啊，所以咱大人讲讲，所以有呾吼，即、這个选举啦吼，咱台民主以后为啥配合美国军事上无选举就是安尼，即、這个恶极无法，毋是正港诶选举，咱咧一段时间拢无选举，啊，为啥指派？军事政务就是由上而下，民主政治是由下而上，所以咱即卖是军事政府的时期哦，因为是非常时期啊，各一些观念，唔当用中华民国这个思考模式吼、哦、来讲，啊，现在开无选举咧，啊，即摆咧也无民主，也无自由，拜托的，这个思维甲用掉伊，咱也无是阁继续伫咧中华民国这选举这个思维哦，咱继续一个拢舞蹈伊啊啦，咱也无钱比人较济啊，咱人也无比人较济啊，对不对？但为了咱法律赢人，美国做咱的后盾。所以现在选举暂停，拢有来收过分的这大家来读过册，这大家，互恁做公务人员就是安尼嘛。所以咱要代替了选举啊，所以大家搞有清楚安尼，就这个代替选举就对啦。所以恁大家能不能较艰苦的，爱请假来这大家受训读册就是安尼嘛。啊，你若无读，含遐拢相像啊。唔是你若无读以前，那是含遐拢相像。我无来以前啦，含遐相像，就你讲啊，咱的选举哦，啊，就支持咱本土的哦。就支持你个，唔通支持哪个哦？啊，只有较早无啊。所以你回想看卖，阿扁第二次当选着总统的时哦，有人甲讲，遐台独甲讲，哎，阿无咱正名，对不对？中华民国名名卖用啊，你即卖佫第二次选着啊，讲无用正名好啊，哦，也假敖呢，哦，写一轮哦，台湾共和国，台湾共和国哦，要送去联合国了，讲要申请要入联合国了。你若讲迄条要连看难看，为什么？迄较薄的啥物货也无资料，啊，甲写一个台湾共和国，联合国秘书处讲，啊，全世界当时有一个台湾共和国，我较唔知啊，啊，要笑死人，一个退倒转来啊。所以这个我都应付一寡台湾独立的遐，吼、哦，咱独派。所以咱台湾人有足济吼，为了台湾心、台湾情，为台湾头甲台湾尾吼，你来看，全台湾有台湾声。有北社、中社、南社、东社，搁加客社，即个只拢律师、医生，真侪人为虾米？甲老师，因只了台湾心啊，那希望台湾会当出头天啊，但方向都唔对伊啊，迄、那个角都要透开伊啊。为虾米咱的是你要选中华民国总统，拢爱走去美国，搁走去日本？哎、欸，奇怪，只人遐所有智囊团，较袂个提醒嘞，你较会无走去苏联啊？阿爸轮票上济吼，台胞上济啊，伫中国啊，恁这候选人较无要中国遐拜票啊，遐那台票两三百万人伫遐，遐票仓啊，大票仓啊，啊为啥无过？所以台思考这个问题嘛，如此大前了先，咱说中华民国选总统就对啦，因是毋是拢爱走美国甲日本？各位来想看卖。所以因为咱无时间去想，台湾去甲想，就原来美国日本含遮有关系嘛。你苏联也好，中国也好，含遮都无关系啊！啊，迄是中华民国总统，毋是咱台湾的总统啦。咱讲一个较歹听的，所以咱当初支持阿扁的时阵也戆甲啦。
啊，反正咧台湾人，但你客是中华民国身份证，你是中国人呢？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伊简称中国；中华民国爱简称乃是中国。啊，迄个中国等于这个中国。啊，你若台湾是中华民国咧，啊，连台湾等于中国。啊，这个中国跟那个中国都相等，拢伫定落来。所以出卖咱台湾人，你知影无？过来思考，民进党成立的时为党旗，为啥把台湾放伫十字路口？迄党旗啊，恁大家想看卖哦。哦，虽然讲绿色的长辈在台湾放伫十字路口哦，十字路口是真危险的代志啊！咱人行到十字路口，车驶到十字路口，心内左翻右顾，就表示那真危险。台湾你放到十字路口，就表示没有方向感嘛。你都唔知道台湾前途何去何从啊！所以民进党创立的时候，就是唔知道台湾要放哪队啊，台湾要行啥物，唔知啊。所以咱戆戆行，夜乡对白几十冬的，真正是安尼。所以想起来是万叹，这是咱的命运呐。所以今仔日咱有机会接触了就，啊，就一条法律开，咱遐先进呐，咱遐博士教授哪会要甲咱讲啊？我哪咧怀疑？我若在美国找读迄个短程的学校啊，遐教授即卖个转来即来遮嘛，或什么基金会董事长，搁什么教授，即卖哦，一个咧阿个继续咧教的，当初机关拢无甲咱讲《基本三合约》23条，美国占领国拢无讲这呢，唔知是无读到，还是安怎样？啊！哦，你中国就是咧，连四国民都人敢扛起来，对不对？有咧通敌烂啊，对不对？啊，所以咱一晃就几十冬过。所以咱各位，咱恁来今仔读册时吼，我有咧想讲吼，要达到目的地啦吼，我拢坐慢车啦，扩几十冬扩拢未到。啊，恁即摆高铁起来啊，扑一条到啊啦。这个是安尼吼，所以台湾是个人的命运无同。所以我呐一直讲吼，恁不管较大声之外，较慢之外，但要有一条心，就是对这个法律要足清楚，较袂有三两个落去用怪呀。三两个公共还诈骗集团啊，啥物？往机关呢？我是该诈骗啥？我呢？我团部遐上班呢，拢该诈骗拢来呢。拢中昼时诈骗拢来上班，暗时啊，歹势关起来当食家己。我是安尼呢。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呢。我的厝租拢家己揽呢。我的水电啥，你咧国家揽呢？我是诈骗你啥物货？你今仔是国酒内底为参会？那是咱主动做啊，无对外呢。你若对外有迄财团钱解落去时，我是讲你的鼻仔来用更刁的呀。咱袂使让外口财团企业甲咱更偏啊。因为咱台是读法律起来，要把中华民国赶出去啊。咱毋是靠选举的，我们不需要背负这个包袱啦。所以各位大家真清楚滴个时阵哦，咱对外无款的是，咱无爱让外口的企业甲咱更偏。咱要对行，咱今日法律行是咱行咱的路。咱未来变啊改革，你若无我讲啦，你只要甲外口企业家摕到钱，你无能改革啦。今日民进党你当选的有改革无？无。你要转移那，那么正义啦，做转型正义，有转的对无啊？三转四转，转到家己坐落啦，是毋是安尼？所以各位大事那了解这点的时咯，就讲台湾民主以后要转型正义，变啊转，各面啊。为群众、为社会、为内底文化、内底文化教育、内底，拢总需要转型正义。你要看，你目睭看开心咯，你个完全震动出来啊，烧香啊！啊，比如是那是讲伊伫遐做，人下骹笑讲，无唔对啊，总统伊咧做啦，但是执政阮咧执政啦。迄个为什么话？啊，比如伫顶阮咧执政啊，是总统啊，下骹笑话遐大部分都是国民党个啊。对不对？总统伊咧做，无唔对，执政阮咧执政啦。安尼听咧安那，感想如何？所以台湾人期待台湾的选举讲会变天啦，咱台足欢喜咯。我也希望讲较早变天。后壁当选着是第二届，我为着了一只车，讲着这吼，为了一只车，后壁为着继续连任嘛，对不对？迄落有二十个顾问书啊，迄落后壁的顾问就对了。拢可能我车顶我咧发的，发到我家己机拢一个剩五个啦。暗时啊，
翻点外，甲转去家厝啊！我停伫路边咧，早时啊七点外要去出去哦，规台车拢无去啊，啊拢全全无去啊！内底咧后外啥呢？吼、哦，迄阵我开一个人哦，所以有一挂迄个土地财产、迄、那个资料啥拢落去内底咧，始终拢伫内底咧。吼、哦，迄台车就等于讲我的厝，我的迄个另外一个一部分的啦，行到对就是哦，吼、哦，迄个工作甲对安尼啦，规拢无去。我在钓扁片，你若如果需要钱哦，你会敲电话嘛？有无？较早一阵仔吼，车空空的也拢拍过，你车伫我的手来哦，吼、哦，要偌济对不对？我咧等呢，结果无。但是呢，我七点外八点因咧上班咯，我马上通知高雄的交通局的，我一台迄个 GH3099的迄个白色的车，吼、哦，伫早时啊七点外我起来时就无看啊，麻烦下当甲找啦，吼、哦，有找无找咱唔知啦。反正吼，一日过一日拢无去，脆骨分尸，迄个啦连骨头都无去啊，连骨头都无去。即我想讲，着政治个啊，对不对？咱为阿扁啊，当连任当选个时阵哦，不惜全高雄市安尼走，发遐证书啊，对不对？即个是，但是咱无犯啥个，所以你当选着，迄个三楼国际厅做食饭，我坐共桌啊，我边啊吕秀莲啊，佮过阿扁啊。然后阮九个人坐一桌，对不对？咱也无爱讲这样代志。然后呢，我就特登来三门宫插伊宗教，吼、哦，咱就讲，咱的迄阵想话讲，啊，咱到哪个东山总统啊？改成就讲出头天啊，就对啦。迄想法足幼稚啦。啊，所以哦，就无想要做一官半职啦，等下插宗教安尼。那也知影时哦，或者较真适当缓慢起来时吼、哦，对不对？佮掠伊咧坐咯。心的足艰苦，真正看眼的时候，迄位天顶咧摔落安尼啊！咱的普通从我这十五档坐好了，伊哦，你看坐到这阵吼，迄个脑筋啊，刚退化啦，啊，走路安尼颠的颠的啦。吼、哦，你看谁哦？看咧，我感觉还不如总统麦哲对袂做到安尼对不对吼？这人的运甲命，所以我咧想讲，各位恁今仔日。来接大家唐明正为先哦，虽然头是初进班尔尔，但你的第一波打入来先哦，恁主要对这有信念的，有信心呢，恁来打第二波就各级班，然后华丽点招。由最近的时的高伟芬，遐美国人过来了，做一个通盘检讨，看咱准备了什么款的进行了先哦，安那。有什么情形了的时阵吼，咱欠偌济人，还阁需要什么货？吼，阮是重新调整。但咱上条目标就是啥呢？就是爱要执政。由你即款其他任务震动起来吼，老像台湾了，已经烂去啊啦。你有感觉无？已经烂去啊。迄干那的油吼，我讲这啦，陈明正有执政吼，无迄个底下干那一心二心三，偌济交保就对啦。迄转型正义的是咱即马两只法律咯，一个死刑，就贪污啦，吼、哦，遐强奸、强杀、冲杀这种吼，都死刑就对啦。迄种原啥放伫边啊啦，迄要怎？你若判迄落，就搁老百姓纳税金无吃，就搁起厝好大，迄世间爱人有拍死遐个人呢？迄所以遐公权权的判死，军政府的是咯，迄暂时无公权权啦。人权少数，啊人大多数遐人权嘞，死的人就无人权吗？我问你啊，所以啊，你讲人权的时嘞，你若恁家己亲戚表，恁某去用拍死的时，你哪个讲人权？对不对？你个比人较歹。我记着咧，较早国台的时哦，迄阵啊也唔知讲哦，讲叫做啥物嘞？强制执行啊，就是爱管混遐啊，吼、哦，无记了对，讲红色还是即个查查尔尔。这查那小 case 啊，对不对？这个开了，搁去强制执行做呾。哎，有一国大国会山庄啊，迄个查那偷伊尔尔吼，因先主动爱强制执行啊啦。遐国大啊，死国大啊，就是因家己国会山庄无用偷伊，你知影无？吼、哦，遐人警卫啊，吼、哦，安尼啊就讲、嗯，啊这个小 case， 吼、哦，遐就开了搁咩强制执行呢？伊个管制两当三当，你记无？查那哎呀，都要判刑，啊就搁强制执行啊。哦，伊就反对呢，诶，到尾啊，一个换因咯，偷伊啊，来用偷伊啊，就因先讲要爱强制执行啊，即个同款安尼嘛。所以个遐公权权的，你也是你考虑讲奇怪，伊即个
迄比海价就无人管吗？你加下价有人管，啊比海价呢？所以咱咧最近看到遐新哦，遐油啦，一件一件，旧年甲发生啊，今年啦，遐官员拢无代志，啊你卫生局、卫生署是咧创啥？你啊薪水是咧创啥？这上吊啊，老百姓咧食呢？这不是个人乌托两个小包，我对起码给拍一个尔尔呢？这是专门我信用你政府呢，信用你工厂呢？这人讲台民政府有管理啊，我讲啊，这拢所有拢充公，工厂拢停起来，把你所有财产卖卖嘞，行这阿只所有的长时间内底给你卖回这阿只，啊无做公共基金啦。然后你这阿只负责人哦，弄下来供卡生啦。哎，迄供卡生不是咱那囡仔输的呢？新加坡你有看无？你有看吼？迄腾了了，输了到的第一站一条，第二站一条，第三你就骂骂叫啊啦。第四个、第五迄个皮肉横飞啊，吼吼！迄这真正自用自用开始惊。吼，你做董事长，你遐个钱就摕钱乌洗就会使。一心半当，当二心半斤斤，三当三心的心都破到无代志。啊，社会大拢袂记住你啊！按你的钱呢，还可以保外就医，你破一个形象啊，这个是什么消化论嘛？所以过去时，咱你不能期待讲，因这个政党什么人拢无倒来，根深蒂固烂去啊啦。所以为了当面政府时，咱就司法部来即马定法律，吼、哦、一审二审，咱即马等咧审吼，了 OK 就送去美国。咱你要是就照那行啦，对不对？后者呢，迄、那个死刑犯的心吼，骨力当啦。讲我这王清峰做部长，伊无要批啦。哎，世间呢？判死刑是经过几六十个法官判的呢？你竟然一个唔正教的部长尔尔，你会当共作动吗？你是形式上尔，你批尔尔，唔是你要做哦？你做信服，是你信服教的？你要哪？你的自卑？你会使安尼吗？法律还是个程序尔尔嘛？迄判死刑是一审、二审、三审，最高法院安尼落来。经过几十个法官咧共同判出来，你一人甲否决掉，你要做好人，这是错误，你知影无？法律程序毋是安尼行的。老实讲，今日我来面接到迄个立法院哦，我来讲，你啊对一个你若要执行，你爱你独执啦，你是程序上爱签名，毋是叫你判死刑呢？毋是叫你两个枪毙呢？毋是呢？你程序上法定程序爱保掉签呢？安尼尔嘛？你为啥把这死刑犯冻掉咧？人外人家属即来种强奸死亡，迄种抢位红台，即来这样，你无考虑人遐感受吗？对不对？你好，警察，你老世间有啥物路用？你讲嘛？我昨下看迄个谢议员的判决书内底吼，看咧，迄法官要落判死刑的时候，你看用心良苦，咱看了真个感觉，法官不是爱予你死刑，但必须你死了的表现安怎，有迄让矫正的无？会当以后咱改善的无？法官来作为呢呢呢，伊做歹判，判些死刑，伊爱念经，唔知念偌久呢？哦，恁都唔知啊？即阮了检察官歹，在阮三门中去台啊，要甲起诉作当的时候，那伊就讲：吼、哦，这来夜香拜拜呢？啊，真正是安尼，尤其判重刑的、判死刑这吼、哦，生死之间的啦，你若讲要判多刑，迄拢免啦。人生甲死来的一瞬间尔尔。所以你要刮的时阵哦，老实讲，伊个念头，那你信基督教的，伊就求耶稣基督赐伊灵感；你若信佛教的呢，你就走庙修烧香拜拜。迄暗中念啦，咱唔知啊，但是真侪拢安尼做。所以有即个只中华民国这法律判这个时哦，咱无能失控嘛，法律的失灵失效就是安尼啊。有钱判生，无钱判死。迄有一个话笑话，你知影无？我高雄一个大寮一个吼，区公所的迄个便当啦，加头报十块银啦。吼，唔知呐，头报十块，迄用检举的时哦，唔知判几当啦。为了十块银，迄用判几当，迄头路佫无伊啦。啊，那想啊，比较讲哦，即卖呢好，迄个贪污千万的啥物，贪甲连美金也当烧的啦，哈。好，迄惊死人！迄个美金，迄小美金，迄就对啦。啊，个马建就跟他坑人水底啦。嘿，啊，这种逍遥法官，啊，这种是啥物法律嘛？所以吼、哦，我头伫民主，我头的时哦，
阮政治事务局的时候，诶，以前我就叫做转型正义，啊，拄我这个个性较硬吼，拄我甲对转型正义阿姨啊，我个就有下属，我对这个吼，有那作气切个就对啦。哦，慢慢迄个咱的政治局内底，来到转型正义。各位，只要咱台民政府执政的时阵，这个转型正义唔是吹公共尔，唔是，你也公共也无效就对啦。彼底的时吼，180度大反转就对啦。所以社会不公不义的吼，完全撤销的时吼，拢会除掉、解决掉去啊。迄军中的时候，去年黄宗秋案的时吼。迄毋是单独一件个案呢，迄无含共产党相拍去战死的两三千个，拢互咱家己的所有遐老兵、所有遐军队咧抽血呢。你今仔做军人，若讲含共匪相拍，我的战士战场还阁公营呢？毋是啦，无含敌人相拍，拢是内底遐兵啊抽血的两三千个呢。所以各位是洪宗秀，迄是一案尔啦，特殊的，迄就是要败啊，要亡啊，要走路啊啦。所以洪宗秀案才会爆发啦。啊，若无真济呢？阮伫社会，阮做民意代表，总干事来讲，替人办即落，拢甲你畏罪自杀，是啥物畏罪自杀？拢安那，拢严肃，你知嘛？真济兵啊，内底火车溺死的。啊，你袂使看因咯，因伫遐歪歌起煞，你若敢去落心，啊，你死也害，吼、哦。你最后是结戆戆、空空戆戆，啊，无你若伤精哦，你就死大生。洪宗秀这就是啦，断人财路啦。尹清龙这人断人财路啦。所以台湾的已经变安尼来，你知无？所以这个是绝对大改革。过去啦，社会内底落寞惨死啊，也毋捌读过环保，也毋知啥物碗糕，还伊也做一个公司啦。这个公司拢去甲大工厂遐去。哦，你知影，你这产生废水的，吼、哦，啊，有迄个废土的，因只公司来去，看无啥，吼、哦，恰灵恰风，但我要惊死，规日就要做，啊，无工厂哦，不是来咧乱啊，创啥的，要做。你若讲会晓处理这个事哦，马紧的，唔是啊，迄、那个废水毒水哦，因即马过来人要看吼、哦，用迄个强压，你知影无？挖一坑吼、哦，啊，强压的灌落啦。迄灌落是水，咱下骹有迄个水纹呐，吼，啊，再灌落去吼，一部分迄个水稀疏哦，一部分是水唔在走，唔在隔隔对呀。所以有人讲，食迄个灌这水的时吼，遐吧，啊，阮食几十冬都无代志，即马有代志啊。我咧即马落迄个毒水走来，恁家都咪有代志啊。迄水纹咧，你走走走安尼呀，迄恐哦，你知影无？这种政府哦，拢无得处理，吼。目睭无看到，规拖拉机的迄种迄个废土吼，拢会天坎甲你扯扯落。啊，这种无处理，所以讲呢，空气、水、土地，所以污染的这呐，国民党长时间拢会国外引进入来。阮高雄一个人代工业区啊，专门建设啥呢？建设迄个冷媒啊，为德国引进的，迄国民党系统的。哎，两个制造出来一怪时哦，迄个氧气层啊，那个破坑就是拢差不多即种迄落就对啦。无代表因来咱即个遮做的时哦，伊个迄毒水吼，迄活动呢，即暗时啊吼，有迄个中洲基迄落基澳迄边啊，恁若在高雄，你知影吼，用迄船啊载出去，啊看无人看啊，附近无人看，啊就倒倒嘞，啊倒倒嘞，唔知影吼，是遐附近人。迄、那个叫近海作业啦，迄、那个近海要掠鱼啊、虾啊哦，哎，去海拢，佮死啊无半只，啊，你感觉足奇怪，讲奇怪，即落逐早透早啦出门，吼、哦，啊，你掠了就转来，对不对？奇怪，容易断啦，吼、哦，遐船啊容易断啦，多互因断着。原来只船啊鱼啊是看都无看，啊，就啵啵啵，遐倒倒嘞，总200多台迄个船啊吼来围港口。为港口，代志甲解决了，明白在了握手的是迄个人代，迄、那个借着迄个联盟的，迄个公司来倒的。你也看哦，按照公海来了，迄个国际法来的是啊，啊12海里以外，离开你岸边哦，12海里以外就对了。大约呢，5海里以后来个倒了，所以近海你只鱼啊，还要死了了，迄活动呢？
啊，所以这个物件拢伫国民党时代大量伫印入来，所以咱台湾的环境的时候无需要这种毒的物件就对啦。咱台湾好山好水呢，对不对？啊，地理阁好呢，凡来这脚踏六十几吨的时候，你看咱进全世界爱阁排名第四坎的内底，竞争力当然呢，即马变十几名啦。但是连外汇存款呐，咱要排第四坎的，恁大家想看卖讲，咱今仔生活遐无好，但是外汇存款咱赢得变两百个国家，你有感觉奇怪无？这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心，因第要走路，伊袂使讲，啊，我慢慢来停，我买输个单，而且中国思想，互中国个来管理，这个小弟啊，甲恁糟蹋嘞，搁要换恁遐过来呢，迄个较惨呢。这小弟啊，当初是怕输伊走路的呢，所以阮入去金碧总部的时候，伊安那讲，你知影无？吼、哦，你们想要叛乱了、哦？讲，我告诉你们呢、啊，我们国民党对共产党是没有办法啦，但是对付你们台湾人哦，足足有余啦。吼、哦，吼、哦，这听得吼、哦，迄、那个官了个要领地了个要糟蹋呢。我爱讲啦，事实无唔对啊，伊对共产党都无法度走路啊，对不对？伊也唔敢用外交啦。啊，对付咱的巴肚啊，对不对？哦，这个是呢，迄个心态呢，你今仔日当人愈来愈葡萄，会惊啊。阿边啊，算是为啥人家送伊袂下，到尾结错伙，对不？头的心哦，嗯，啊，谁怕谁啊？对不对？阮哥怕对谁哦？你选你的，我选我的呀，对不对？送伊啦，就是稳到的。伊把咱台湾的是了八千几个钱下乡啦，三百几个乡镇拢去。乡镇长那边啊，讲咧，人讲要五毛给一块就是伊啦。各位，这段就是事实咯，唔是乌白讲的哦。迄你若捌你了庄卡内底吼，迄落内底咱遐乡镇长啊、村里长的朋友，你就知影。阮真侪有迄个迄落乡镇长的朋友啊，那送伊到来信哦，讲好就利用这个机会套啊。哦，阮这条桥的信哦，偌久啊，都系派一个制作，讲偌济200万，好，给你500。拢加倍去哩，你买条卡，你知影无？用咱台湾钱买条卡，所以个是阿扁当选的时候就看个哇，还动神的时阵吼，惊倒人啊这边呐，概括承受，所以阿扁安尼啊，你要清算三大银行，因先几回因先了这三大银行经营这东西啊，三商银这样，你勒规个萧条呀，对不对？这国民党咧洗钱咧赚钱咧咧来掏空，拢为钱内底来。啊，你阿变起来八千外亿，啊，咱开阔承受，迄种咱台湾人的下块偌钱呢？你有咧做通咧开阔做，咩和解？人对你坐无啊？对不对？吼、哦，国阿变咧无多，啊，咧人诛先呐，吼善良啦，安尼啊，就算着了啊。我咧算着了是我讲，电视钓着了心吼。因为即呾食饭，迄阵袂记啊，无机会通我讲些啦。因为食饭是气氛袂歹吼，无咧讲些代志。干呐讲啥呢？讲迄个阮高雄个选举朱安雄立委，迄个咧选迄个议长吼，吼迄个台乌色迄个代志啦，伊讲要办啦。哦，迄阵阮伫遐食饭，伊就讲要办些啦，要办啦。迄阵啊是喏，民进拢讲客，迄因个代号叫米酒杯，你知影无？一领米酒杯100万呐。这以后大家传出来，按大拢领五领米酒杯啊，啊奇怪，加到五领杯啊，原来就是哦，一领100万呐、啊，哦，用这个代号啦，所以啊，那500万拢中着钱有无？为到尾还是喏，有声音，啊为揭出来，啊为无要声音，就判刑去台啊，早声音的为剃头，为早声音的时喏，钱关起刑，有这个叫反起诉，有这个叫高扬无，就是该咧选举长黑啊。哦，啊，人个时喏，管头提起来时喏，阿弥陀佛，我500万都交出去。哦，阿伟呢，终于了唱起了天空罗林，你知影无？500万吼，唔敢用啦，啊，佫想要用啦，规气上个坑咱天空罗呀，予天空嘲笑啊，总叫天空遐。阿伟坑伫迄个尾楼顶吼，迄、那个啥呢？迄、那个花园有无？总有花卡，吼、哦，用一个花卡佮盖来呢。等到这个风声过吼，较要客出来看啦，唔敢寄银行啦。我这算讲真巧呢，寄银行查来讲，嗯，啊，这500万呢，哦，一个就对啊，对不对？哇，伊较巧，
总啊坑他们回卡林啦。奥维呢，隔壁甲坑里隔壁，有一个民党的民进党议员吼，伊安怎呢？调查局去查，查了无啊就对啦。伊无代无志吼，讲啥来讲？嗯，啊，迄隔壁哪阮兜呢？伊在吼。伊本来是查你这户籍的所在尔，伊讲隔壁来阮兜咧，遐调查局，嗯，啊，恁兜无过，过去来查看嘛，这查500万伫内底啦。原来因某无甲讲啦，因某500万甲藏伫隔壁啦。吼，啊，这人个命运要安怎？啊，就查了对咧，假牛，遐就把咧做人个300，吼，300假现费就即种个啦。啊，所以还是完全无伊安尼啦，哦。这一个属性吼，这是属性，所以我迄阵啊，迄个阿扁也是无讲到啥，无讲到迄个转型正义迄个所在，吼，都讲到迄个讲议长选举迄尔。但是我了事后，我透过一个主政哦教授哦，伊甲讲，伊三楼办公室嘛，阿扁啊办公室伫三楼遐，讲你较近咯，过阿扁啊讲，讲即摆你讲提。转型正义，把国民党这不公不义的东山哦，赶紧透过你这帮兵力哦，总甲收倒转来，安尼啦。第一，这东山那个规个台湾老百姓哦，国民党消失哩啊，伊咧选举咧无钱咧，行无路哩呐，哦，迄国民党有钱嘛，都无卡了，无行无路，啊卡了伊个钱啊，吼，伊选举了，我当算啦，安尼以后国民党就消失。第二呢，你这个民意当好，人大家给他拍薄啊！你把国民党在东山的用台老百姓的权力拍薄啊！甲他少数遐国民党的遐新的派会反对呢，大部分老百姓会拍薄啊！甲讲安尼，即马是阿扁安那答复你听下无？伊讲安那呢？哎呀，啊，咱都东山掉啊吼，咱爱有北屯啦，吼、哦！现在吼，这熟悉的。这属实的，我这句话吼，拢永远记掉嘞，吼。所以伫去年6月19，我本来要接见阿扁啊，叫人家办公室安排。哦，连咪这个，连咪迄个，拢要接见。因为我是看阿扁啊，身体迄阵啊比较差，但是吼手也袂安尼抖抖哦，吼，讲话也阁真正常。我听李秀莲当下咧讲吼，讲个正常，哦安尼好，我要来接见。我这个就是讲，因咧陈志忠遐接见哦，有摕一种药啊，讲医官拢开种药啊，好吃。第一种药啊是镇定剂内底吼，是好诶，食久会影响神经诶。我听到这个了时哦，我安尼我要接见，要接见阿扁。结果6月19突然间电话话，讲有立委吼，要占我的时间呐，叫我让伊，我好啊，我让你啊，吼，伊要另外安排啊。一安排到即阵总无伊，所以我伫讲讲吼，即人的命运啊，因为我接见阿扁时吼，是要讲啥呢？讲你伫个人关一间房间内底吼，你要哪自救啦？要哪救家己啦？你毋通靠外口，要哪自救？讲我较早伫内底坐落时喏，上界黑暗的时阵是脚靠手靠。食饭拔起来，剩拢扣掉嘞，包括洗身躯、穿衫裤，拢是脚扣、手扣，吼、哦，啊变啊生活个。我是要讲这吼、個，药拢卖食，有这药啊是你唔知影吼、哦，是三款药啊。加少来讲，你困袂去，要你镇定。但你刚才这个医官那唔是正派，伊用这个机乎你食。甲你头神经，到尾来你会脑神去。我只系讲吼，排毒你困袂巴紧，免啊困会去，唔爱食药啊。吼、哦，你若讲要甲你头就对啦吼。迄、那个大众化迄饭吼，伊唔敢，因为大众化代表有厨房出来，代表外野咧泡菜，唔敢特别讲放啥物件。但是咧药啊，干是伊我知影尔，无人知影。吼、哦，所以我是要建议讲。你内底食药啊，互你拢卖食，然后你家己每日早时啊、暗时啊禅坐，我要教安怎禅坐，因为我伫内底时哦，我都加起码有机会啦，有咧先人之道吼，啊，所以吼、哦，
爹娘都这样打。有一天学着迄个功夫吼，你禅坐的时吼，人有一种人气、人气。你过你看，你禁开，你平江也用的，无三十秒、五十秒吼，你就强要翘去啊，对不对？人活是一口气尔，在大自然中有大自然之气，所以人甲气呢，要叫天人合一啦。变那天人合一啦，你靠你的禅坐时阵吼，把静下来了，把大自然的气吼吸收你体内，含你的人的体的这个气吼，结作为可以排毒毒气外来外侵的毒气了，对啦，吼，你这个训练家己啦，安尼以后拢卖食，吼，我是要甲伊讲说，我唔是要沾伊的光呢，咪讲吼，我来这边啊，报纸顶出来，我要选什么回事吼？就靠迄个票呢？我唔是安尼呢，我是要传授这结果的心吼。讲人地位较我好，地位比人较大啦，我大啦，对不对？就是先，咱关心与关怀，当初你要转型正业时，你转无过来，今仔伫遐咧坐落的心，咱内心艰苦啊。啊无最起码是咱迄步我大，我这步我大，我咧教你啊。结果的心啊无，半当了的心哦，电视看，行路呢，安尼停咧停咧。啊，手安用好，看着目屎拢要流出来。你知影无？这是安怎呢？因为我以前开始重视的是，迄、那个拿破仑吼，伫迄个圣赫莲纳岛的是第二次滑铁卢之战了有无？算个伫迄个到尾死吼，粘起伊个头毛内底有砒霜啊！你知吼？迄砒霜就是安尼呢？就长时间内底慢性毒杀嘛。拿破仑一个一代枭雄，是安尼用毒杀死的啊！所以咱就是读过这个历史的心吼，我讲嘿，我阿边啊，这伫这内底有危险，危险嘛，咱改一步下，咱家己迄落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当啊，人的命也命也，就无多就对了。这是我对阿边啊讲，你当然对，我若无去甲拜托，我一官半职呢，那无呢？啊，无转到你心吼，敢那你？干那行政内底规千位个职位啊，卖讲总统内底啊，对不对？咱无，我认讲啊，台湾人可能出头天啊，都出头搞嘞，出头天，对不对？这个错误的，咱这个错误的想法，无咧，迄几当伊认真咧做啊，伊若保护中华民国呢，伊保护中华无漏亏呢，唔是咧保护台湾，保护中华民国，结果呢，互中华民国领地，对不对？伊即卖和尚伫内底，我看伊足艰苦死。迄伊破病了，热个，热死个啦！迄毋是破病热啦，干那热落海啊啦！你毋知？迄物质你怎啊想起来？物质当初为啥会无安做？当初当然甲我讲哦，讲爱转型正确，无安尼做，伊拢想着这，想着热死啊！吼、哦，所以咱呢，体也真艰苦，啊，无多人各有命。所以恁今仔日咧谈民众核心哦，那是各命底有滴个啊！暂时有当恁想讲家己要安怎安怎啦，冥冥之中就来叫恁赶紧瞧来啊！不管你看网络也好，亲戚朋友叫也好，恁是毋是真侪拢互人叫讲啊会偷偷摸摸来呢？惊呢？惊骗色？惊见笑？用笑呢？啊！讲开诈骗集团你也去，我对不对？啊，拢会偷偷秘秘掩掩呢？进老安那呢？甲某骗的啦，真某也毋知讲台湾民政府啦，昨下佫一日还讲。我某也唔知呢，那知也唔知安怎呢？我还食辣啦，真正哦安尼啊，是唔是？啊，你免啦，伫这个氛围内底吼，老实讲是，我作者唔相信讲，那我都把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安尼拢轻易就挂出去，佫免用刀用枪，我做当然无要相信啦。这个不怪嘛，咱长时间伫这个教育内底时，我若要加入以前哦，我来想。好啊，这透过选举啊，迄我落来底出来了，讲透过选举，唔免老岁老弟当票来当改变政体，啊，就错误想法啦。当后边啊，当选到的是咱的期待，台湾的出头天的时，结果呢，人美国派一个处长去甲讲，你这个不能讲，你这个不能说，你这个不能做，我靠人安尼，啊，你就知影奇怪，因遐自然团卡袂讲，啊奇怪，啊，咱就选到总统先啊，一个处长来甲讲，这个不能说，不能做。你还袂想安尼？你干呐？伊甲你讲啥呢？买迄个李登辉无多，我也无多，啊！你若无多，讲迄啥物话啊？
所以迄阵啊，对阿扁也无谅解。即马较知影讲哦，犯着是安尼哦，你着夹着嘛，迄个袂当讲嘛。所以阿公李登辉是无多，所以李登辉就来是讲哦，特使了两国论，哇，讲即个是着伊落台啊啦。啊，特使两国是安那特殊法，互人去解读啦。阿扁还起来呢，无代无事。即马我还要落去嘛，甲你讲一个一边一国啦，不过啊，对不对？啊，所以你往从台湾的时边呢，你无法度，你个唔敢讲是安那无法度，啊，定压着。咱今日台民政府是咱知啊，压着对是大咱知嘛。所以你今日头发你就是安尼啊。所以以前的是咱对误会误解，无法度。从阿扁也是即马用零敌。阿哥，迄阵你若大声讲出来，讲咱安怎，咱就谅解。有时阵咱也无谅解伊呢。老师，阮对阿扁也讲，咱支持你。你煞甲讲这无多，啊无多，我支持你无多是要怎啦？有较怎呢啊？结果伊是夹着，袂使。你即个，迄个美战嘛，啊伊唔敢讲啊，无啊，即个咱美国占了，我来听后壁偷鸡个啊，好对不对？咱就偷鸡对啊，咱偷鸡吼。相票底啊，迄个是咱头家啊，哦对不对？咱来认清，咱即马正头家就是伊俩只，外号叫王妈妈，吼、哦，这就是咱那呢，2010年的时阵，咱台民政府伫华盛顿 DC 成立，让美国那边扇咱两百度，这两百度。叫人摕当啊！咱的秘书长拢无讲啥话哦，讲这两百度，你送哦秘书长就知影。结果秘书长接到这两百度，哎呦，后面如数都消散嘛。为啥美国都美战入暑？迄两只鸭，迄两只鹅啊，你看迄两只鹅啊遐，遐日本天皇咧大个呢，对不对？迄个代表入暑嘛。人美国这两百度拢无甲伊讲啥话。叫你秘书长，秘书长回来就输，含咱的论述拢相像，就是呢入暑美战。所以今仔咱国军国手内底挂这两百度就是嘛，吼、哦，王妈妈迄就是咱的头家嘛，对不对？所以来各位，今仔头发你的心吼，我用足简单呢，互咱清楚的是为什么入暑美战，就是咱各美国，就咱本土单人，伊伫旧山河内底叫做 The People of Taiwan， 我你来记了。在今仔日《台湾关系法》内底 ，The People on Taiwan， 差几厘尔？差别在哪里？迄、那个 on 不代表你是本土的 ，on 是住伫即个所在台湾人，有中国人，有越南的，有菲律宾的，有你各国家的人，住伫台湾即个人叫做 The People on Taiwan。所以今仔台湾的地位两种了。各位，你也知影讲哦，一个政治台湾，一个法律的台湾啦。迄、那个国民党含中华民国 ROC 来往，迄个政治台湾呐，所以内底有一个用台湾关系法来底运作个，你知哦？内底袂晓你作清楚，你若要专门研究这個人，你唔知啊？奇怪，按落台湾关系法，按那要旧疆合约有啥物关系啊？就是讲，咱若要用这个革新哦，美国用台湾关系法来底革啊革，唔知要革啊东西就对啦。啊，这就是咱个点破了，咱今仔用法律的台湾。来个人啊，个人美国的时阵，你必须爱接受这个法律的台湾。政治台湾长时间内底，因为你美国国家利益的时呢，我来辅助中华民国来对抗 PRC，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共产国家。吼、哦，我长时间来辅助你，就是咩呢？这是围堵政策。但你今仔卖研究国民党的政策，你慢慢海平吼，哎，卿卿我我呢？啊，卿卿我我对我美国就妨害啊！但是我呢，好个在咱台湾民主有过美国了时，我倒顺这个势，顺这个势。所以你这几档内底，你要看伊的做法慢慢的就滴个，把这个 ROC 的这台啊，伊白宫完整给它拿掉伊啊。较早的时哦 ，ROC 你认为 ROC 那个陈水扁、马英九基本上拿掉伊，无了 ROC 啊。所以叫做管理当局，所以管理当局就是安尼，我是头家嘛，我只占有你管，啊，之后呢，我讲好啊，换人，所以要换什么人，就是咱各美国，咱的原告，咱台民众原告，
所以伫2010年的时候，叫咱成立的时候，伊就有这个意思啊。啊，毋是成立，互你啊，你人伫底啊？我要搞什么人啊？我啊，中央挂嘴，我要搞什么人啊？啊，你又无人啊？我袂使搞民进党诶，啊，民进党个死中国的思想呢？对不对？伊中华民国民进党恁搞清楚呢？伊毋是咱台湾民进党咧，中华民国民进党呢？你来这无你也看卖？啊，国民党是啥呢？中国中国国民党，诶。一个不是中华民国国民党哦，一下中国国民党哦，恁来政部，你甲查看未？因迄落，嘿，你也看，中国伊个条讲伊话中国国民党不是中华民国国民党，啊，你民进党空空空空，你著甲用我中华民国的民进党，所以就是安尼，所以今仔你读法律了，就慢慢清楚，迄政党啊，咱是政府，啊，为什么台湾靠两个政府？不对，一个是。美国当初授权予伊个委托伊个叫做管理当局，叫做中华民国，简称后事。佮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佮美国了是佮国防部 USMG 的军事政府荷兰的，单单叫 TCG 台湾民政府。所以伫台湾是目前的双轨，一个有管理的、有管理的后事中华民国，一个也无管理的，但是呢。有法律的，就是 TCG， 就台湾民政府。所以台湾目前是呢，所以东西门讲，那我们要无缝接轨怎么接啊？哦，那轨道在哪里？怎么接啊？哦，我这个我讲，咱台湾加上讲铁路，那三手六个，美国加上讲我是大型的火车，我四手二的对不对？我四手二的要接迄个三手六的铁轨，都当然接袂起来啊。一个六兵车，对不对？但是呢，你若冇，我比讲我四笑二也冇紧，我冇收啊，收到像你台湾府啊，要三笑六个铁轨啊，吼，嗯，啊，就接起来啊，啊，收唔是咱咧收啊，啊，美国你有能力收啊，你知吼？所以无缝接轨是慢慢啊，引导恁爱来收上课，你把法律把你啊呢，慢慢各个部门，所以你为什么要职前训练？你要做议员，你要一挂商人，你要捌啦。我要当内阁阁员，要创啥？要海关，海关的部门你要修好捌啦。我们内政什么款呢？啊，就是呢，要职前训练嘛。你即款训练了先，最起码就是讲你有一段概念。所以当我正员教你，我是要创啥货呢？啊，我派你，你唔知要创啥？啊，你是要接啥正员？我讲三两个空卡桥的倒去啊，你讲对不对？所以以前那古巴的时阵吼。当初古巴你知影，古巴美国的时是美西战争啊，西班牙战败了时，挂古巴、挂菲律宾、挂关岛、挂波多黎各，这大家拢有美国的。来最早互独立的就是古巴，这个古巴今仔日美国死对敌啊。但是伊是占领国，所以伊互台湾，伊唔是台湾政府，古巴遐民政府先咯，那是家己的，迄个无安内无掌握，无个实力，互军方卡死冻咯。卡斯楚无，迄个火烧印度呀，一印度是掌控啊。美国若是讲哇呢，安尼袂使哦，要想要讲咪讲，但是无多人迄边的想法，无让你美国侵入，你知道？但是呢，按照国际法内底吼，伊让做一个基地底啊，即关达拉美拉有没有？关达拉美拉的底台啊，做一个基地底啊，即嘛专门咧管迄落。啊，有阵你古巴和我是对敌的呀。为啥讲袂使？你这基地甲搬出去，为啥唔敢？伊若敢，我咪叫搬基地出去吼，多回借口。我咧趁无话啊，我甲你讲一个迄落，对不对？我正式来订约，甲你迄落，所以夹袂，你知无？所以你记得，电影有一个惊爆十三天啦、啊。你肯纳迪做总统的时候，苏联你的飞弹要安伫古巴遐，你会记无？迄十三日内底，佮引起电脑是世界大战吼。你看肯纳迪的心咯，用足坚定的讲，你飞弹若要踢地当的时候，做战争尔尔。所以别个是古巴呀，你用飞弹藏伫我后背门啊呀，是不是呢？迄下咧美国本土拢输掉嘛。所以肯纳迪绝对答应咧，别当火气落地的，所以家己乖啊撤退。吼、哦，这古巴，家己军拢无啥物来往。吼、哦，迄出兵隔壁吼，吼像迄个派出兵小将，但是无多。迄、那个基地，伊租伫大遐，你知吼？伊占领国会当租基地伫遐。今仔咱台湾为什么迄个内湖遐
两万几平的时阵吼，伊咱租地啊，金乌了一百号，恁若在台北机会甲看卖，内底已经拢特别 OK 啊，地下三层建起来让走，外墙是咱台湾人去遐做的，所有伫内底，包括原料就是内底啦，所有的建筑物啦，所有的工人拢为美国转机过来。啊，你想讲奇怪，啊，这个物件看唔，予咱台湾这人再去做去谈啊，歹势，这军事机密。哦，尤其这个马这边信任性，哦，所以迄基地完全拢是伊美国过来。为什么伊要开遐侪钱来建立只全亚洲上大美军的军事基地伫咱内湖？啊，你着想啊咧，着百分之百袂使有中国客去嘛，所以大家尽量有信心嘛。为什么先到洛杉矶大遐先，遐钱，三四百亿呢？结果呢？完全拢美国人，无一个咱台湾人伫遐咧操作。为什么？迄最高机密嘞，迄个雷达叫做普抓吼，全世界才四粒啊，个要起第五粒。咱台湾机拢一粒，日本鹿儿岛一粒啦，澳大利亚一粒，英国一粒，都要四粒。咱台湾乐山迄粒就伫了新竹啊，就配合咱安那内湖的基地嘛。你若无想讲奇怪，美国开遐侪钱伫遐设置个基地，要创啥货？这有可能和中国来安尼简单客气吗？无可能的代志嘛。所以这点大家有信心。你不管如何是台湾是百分之百，美国袂放予中国的嘛。因为中国若去伊的心哦，这点上袂点的防空无感，等于因伫中国的心哦，直接袂点的防空无感来太平洋嘛。迄对亚洲的是威胁偌大，美国是不唔知影吗？所以当咱过美国了时，咱的迄个头家啊。如果我要重返亚洲啦，你知吼？重返亚洲是咱过了是，你重返亚洲要从哪？如当你建立亚洲的时，菲律宾袂啥可过，印尼迄袂啥用钱，越南这也无啥迄落地，为啥？就日本嘛。日本二次大战的时阵哦，迄个军队是惊死人的呢。恁若唔知讲时阵，咱的母国啊，六十几年前就防空母舰，就潜水艇，啊。现在中国的心哦，花两千万，你甲乌克兰买一只两千万的防空母舰嘛？讲我们也有航母啦，你笑死人钱啊！飞机唔知载偌济只咧，飞机拢从天平上咧载落，拢唔敢报出来啦。啊，咱的日本母国的六十几当前都有啊，对不对？搁把紧呢，上乎美国甲苏联惊的是啥呢？伊个潜水艇内底哦，建有唱飞机啦。所以美国先哦，伊只了苏联想要啊倒哦，美国规只炸掉去啊。但美国因为知影，机密拢知影。你潜水艇炸飞机哦，在西海岸、东海岸直接就拍去美国本土呢。日本已经落迄个科技啊，你看嘛，惊死人呢啊。所以无怪人英国先哦，军事杂志讲啊，讲那中国甲日本啊，无讲甲美国哦。日本甲中国那发生战争啦，吼、哦，迄、那个。七十二小时内底吼，中国的水面呢，伫水底拢予日本歼灭啦。这报出来时喏，来惊一条在，迄是英国的军事杂志哦，伊知影，就日本的海军的军力伊相当清楚哦，啊，啊大陆唔知影，咱电视看到讲好、哦，中国迄是外那强外那差，哦，听得西声哦，真正是哦，唔知变哪讲啦，吼，拢钓下几下咧。臭不一下就对了。六十几年前，咱防空母舰，你今仔日你若无讲是咱和平献话，来咧限制条吼，今日不得了。你看咱外交靠个啥？因军事的限制，但是呢，因的潜水艇吼，那一当哦，你还要退役，啊个新的出来，就是限量，迄个量吼有受限制啊。无紧啊，我退休啊，啊退休我有个新的出来啊。迄退休一两百台，逐台也变新车，化作新啊！战争车，逐台也拢新的。人日本就知影想着讲，有一日中国起来时了，报产业完，你知影无？所以人事前也想着着，中国你若强起来，中国人因足清楚的啦。哦，迄个加哈头啦，加哈斯基啦，啊，这种的介敖就对啦，对无？啊，所以咧周围就拢互伊安尼吓伊。包括咱的电视部就看了，讲奇怪，卡安尼，你就时时咧报道落啊，对不对？但那面，有时
战争起来，啊，你就知影讲圣人输赢，但拢无希望战争啦，因为战争绝对有死亡啦。咱希望是未来时代内底当代和平解决、和平相处上解好。但是呢，这毋是咱会当所愿的啦。迄个人的最基础的劣根性，你知影无？迄人迄个贪的性，到迄个英雄主义的，你若一个国家发到一个英雄主义起来，就变成是希特勒遐啊啦，就变成墨索里尼迄种的啦。英雄主义一个起来，啊，就拿破仑这啦，对不对？我就想要并吞世界这啦。啊，若无这种一个世纪内底，若无这种人三星吼，迄、那个世纪拢平平静静、安安稳稳啦。所以，未来台湾的，咱的台民政府要走是啥物路？老实讲，进的时阵吼，咱只有一个构想，有当必须讲，咱要走啥物路？有当咱冥冥之中，咱袂瞧一个啦，毋是咱想要安尼啦、安尼啦。等于讲，咱台湾命运卡安尼，几十档内底，你也想讲，李登辉时代迄阵啊，咱解决咱台湾命运呢？无解决。迄、那个九中前的时阵，伫那伫咧1972年啊。1972年的时候，那时候啊，台湾的地位哪能解决？啊，无解决。所以，你会想讲奇怪，咱台湾命解，等到咱台民政府解要解决，是毋是冥冥之中有咧瞧就对啦？1972年的时候啊，我赶出联合国的时阵咯，迄一个时机你知影无？因为那时候啊，中国是全世界也无承认伊啊，迄时阵呢，迄是共产集团承认，所有西方的集团无要承认啦。所以他逼美国嘛，所以逼美国的时候，33个阿非的国家第三势力逼美国要承认那边啊，地图拍开，无咪人口，无咪土地，占遐大时咧，袂当代表中国。所以阵啊，改变美国的政策，就一中政策就迄阵啊来。来这个中国了，啊，中华民国变怎？我来放在边啊严，啊，要哪放？所以呢，构想是讲，安理会和 PRC 这边呢，降了普通法案国。啊！你叫了 ROC， 但是老蒋也讲 no， 我即个台湾的命运就是足奇妙的，是安尼来就对了吼。所以咱今仔有机会参加咱台民政府时，爱珍惜。不管如何先吼，咱已经有尽一点仔心啦。就是讲，咱冥冥之中赐予咱呢，就是来行这条路。你会当付偌济力，就是偌济力。我讲为什么台民政府的时吼，较会当？代表咱台湾的是解决问题啦。我讲中华民国迄是一个坑尔，你知影无？伫中国大陆个是中华民国，即一个坑，一直来地底啥呢？地底咱台湾内底，就即个坑挂伫咱台湾内底，好像假神啊烧像啦。即个坑含假神呢，就相依为命啦。即个假神，恁大家都听有吼？寄居蟹，迄寄居蟹一个坑，迄个坑毋是本来个坑啊，是外来坑。但你寄居蟹时，你会长大，你长大咧，你必须要另外找另外一个壳，伊才能生存咧。你若无迄个壳地条咧，迄个寄居蟹长大时哦，迄个壳无通互伊容纳时哦，拢死。迄个壳死，寄居蟹也死。所以中华民国就是这个经验，你知影无？因为我有亲身饲着寄居蟹，才知影讲这个道理啦。原来迄个寄居蟹的钱嘛。迄、那个壳是捡来的啦，迄、那個、外来投落，安尼相依为命啊，寄生也对啦。吼、哦，伊买了壳袂当我，爱个壳买了母体也袂当我。咱台湾就订迄个寄居蟹，迄、那个肉钱嘛就对啦。中华民国订迄个壳啦，迄、那个壳是空壳的啦。伊无咱这个钱嘛肉吼，伊袂行，伊无性命就对啦。所以咱呢真歹运，都带这个壳的心哦，这个壳来死壳啊，袂大你干呐？而别多啊，所以做一死，来结出来做一死。因为我有饲着迄落假生，我知影是，我头两只伫村咧饲吼，迄个暗吼，一只拢投奔自由啦，伊足厉害，我鸟人啊，伊拢吐个吼，拢都走出去啊。啊，走出去吼，啊，剩一只，找拢无，去灶卡找无，民生卡找拢无，啊，算了啦，啊，关别出去吼，伊若死吼，迄臭味就出来，就清安尼啦。逐日回去拢无，4个月了后哦，有一日我中昼时，我毋捌中昼时回去啊，一个电话拍倒吼，嗯，啊走啊伫迄个客厅遐啦，哎，啊这只走4个月，这是安怎生活的啊？咱毋知影，啊但是明明还阁活咧，我管侬抓咧吼，总甲阁囥暗迄内底，囥个时阵吼，
隔日啦吼，啊那呢，我搁惊伊走哦，搁砍的，我搁就酸出来了。啊，我讲嗯，可能热迄款咯，我吹电风啦，啊是讲啊，可能巴肚枵，我搁下只捧过好好好食安尼啦，哦，然后过了第二、第三日哦，我煞跳伊啦，煞死伊啦，啊所以我惊一个安那眼刺甲刺甲死呀吼，我拢赶紧吼，搁另外一只活的，唔知要安怎处理啊，我过去。几只活的甲死的吼，拢扯开嘞吼，拢走洗啊完啦，洗完几只活的吼，先个放生啦，啊，几只死的甲海葬啦，吼，啊，咱共饲甲死，吼，佮念念有词吼，佮喷射。了吼，我发觉讲吼，原来几只假声，因为我走去问迄个卖假声的，好啊，伊讲迄假声伊爱找壳啊，伊走出来吼，就是要找比原来吼，会壳较大的。伊较会当活嘞，啊无吼，伊迄个空吼，我当容纳会死呀。吼，当我想着阮台湾民主就是安尼啊，你中华民这死空吼，带伫咱台湾咧袂大啊，你干呐？啊，这继续嘞吼，咱台湾都含在这积极现象都含在做死。所以为着啥呢？咱台湾民政府对了的换中华民这个壳，那台湾民众活来先，按咱只积极些，咱就继续活嘞就对啦。迄、那个，咱这中心讲，那马英九这有犯着战争法无？安尼啦吼。这老实讲，袂个中心的，我查台面民主了先咯，我有注意这个问题啦。佫毋是，佫注意迄个蒋介石国民党诶，因有没有犯到战争法？吼、哦，啊连带加迄个马英九伊继承诶嘛。但是为虾米二二八这个人吼，无去？各啥呢？各因犯了战争法，用战争法，迄时效较无停止，无时效问题。所以吼、哦，因遐二二八的遐关系，阮是白色恐怖啦。二八遐残杀遐人，为虾米较会无甲各战争法？伊安尼残杀种族啊，你知吼？残杀种族，非洲迄来啊，迄总统佫得命来用掠转来，残杀种族。这条老台以后有机会，台民政府哦转型正义，你那个做一个建议，马英九有犯到无？这还要研究研究。讲对了，啊，不是马建，加伊来让热跑伊哦，免啊跑咱唔知啦。吼、哦，你有看迄个政论的节目无？作者拢改下迄个重言啦，讲伊若无赶紧。光阴酸啦，光阴改变咯、喔，伊落场会比阿扁啊较凄惨。你迄做咧种，迄个，毋是人讲的，迄证人这，迄过来这人拢安尼讲哦，已经看出你衰家路啊，你知影无？迄天罗人王做甲安尼啊，全世界都无一个讲现在做那做甲安尼啊嘛，做甲迄证人节目都看袂落啊，迄证人节目我较早去支持伊呢，我咧实在只看是，而且较早拢支持，拢骂阿扁啊，骂甲臭布爷。免到三顿，免到免到暗时啊，搁啥物？落迄落暗时啊，迄落啥？人讲暗时啊，食宵夜煞骂落，啊，即种呢，即摆翻头拢咧骂伊，吼、哦，对不对？所以马英九代志哦，老实讲啊，即咱的头家迄边自由安排啦，吼、哦，各位大家，因为即毋是咱哦想过咩？咱即摆上吊着讲，咱行即个法律的时阵。取得美国啊对咱的支持，咱今日要改变台湾的命，除美国支持，其他无第二条路啊啦。你来想看卖嘛，唔是咱讲啊对美国安怎对日本安怎，中国就是要咱侵的啊，中国要咱侵占、要霸占、要甲当作一个所在啊。所以为什么咧胡茂啊是啦，又无时间来讲，我讲胡茂迄些来暗藏玄机啊。伊咧比如马英九讲。欸，人迄个麦当劳甲迄个肯德基过来，都无影响，都无安怎？伊咧讲笑话哦。麦当劳过来是增加咱的就业的机会呢。麦当劳不是美国人来卖麦当劳呢？迄所有全台湾遐拢是咱迄个就业机会，对不对？佮就地取材。你中国个啥？连人也过来是咱抢咱的工作呢？麦当劳无抢咱的工作啊？因咧过来规个抢咱的工作呢？
来你百分之八十几啊，因为无时间人讲吼，迄内底我为了为看头前来个中头前袂记住哩，迄文字就对啦。好，写甲互你拢看拢无，即摆中在读后壁头前阁特别记住哩啊。迄玩的文字游戏啦，啊内场玄机啦，所以即个服贸问题好啊，在咱遐咱遐囡仔，咱优秀的囡仔。咱遐第二代遐下一代只囡仔，好在遐囡仔有看出来，他们没有未来。如果迄个签咧没有明天，所以卡出来。所以连哥踩到法律的红线，去占领万一，他们连哥牺牲马金。如果当初踩到因的法律的防线红线啦、啊，我要把中华民国这招罗政权赶出来消散嘛。我踩到红线，所以我咧解了。按踩到这個红线呢？嗯，干就无啥要紧啦。好、哦，这是要紧来。好，因为时间的问题吼、哦，啊，祝各位大家平安顺遂，好啊，过一个中秋节。